思念，这把千里伞就送给你做你的命剑吧。妖毒，别过来。张嘴。传人命不者，不可向命不的主人信任天机，更不可以扰动任何无命，否则将遭了天谴。现在回去真的会有生命危险，小黄。一旦倒霉起来，这神仙啊，和人一样。你说的对。你真的要拦住我吗？挡都挡不住。这是唯一救他性命的办法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。为什么